我那么喜欢他，他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就你能嘎戏呀、啊？我看了五部电影，有四部是他演的，还有另外一部是卡通片。我估计他是接下去卡通片他也不会放过了，这大荧幕他没有落下吧？这电视圈他也不闲着，干嘛呀？胡说谁？比如说吴秀波，你以为他觉得公平吗？所有的颁奖典礼他都在现场跑来跑去的，你以为他不累吗？你以为他内心没有孤独和冷的时候吗？你再看看他一脸的胡子拉碴的，都这把年纪了还和这么多年轻的男演员坐在一起，他容易吗？而且今天我看到他，我才发现连老花镜都戴上了。人家那是朝镜，好不好？我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场合他仍然不刮胡子。为什么？他一旦刮了胡子怎么和他们竞争？我拼的是胡子。